上。最痴情的恋人在哪里？在依然爱你的远方。托苦你托你的情，可那一笔你的爱意。あなたの大切な想い。留学生的医疗保险有没有？医疗保险，把这些留学生的医疗保险有没有？哎，什么事？医疗保险，医疗保险。医疗保险，日本语，医疗保险。哎，留学生的医疗保险问题，在这儿法律上能查到没有？那什么事？哦，修学生。哎，哦，医疗保险，修学生的呢？是。哦，外国人的医疗保险はあるにはあるが、修学生に関するものは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な。いや、ちょっとわからないな。あ、大丈夫。あとで、那时候我去图书馆再去查。調べます。あ、大丈夫。大丈夫。はい。嗯，莫西莫西，嗯，嗨，这是你呀、啊？我在看电，我看电视，啊，Flawless 好看极了，啊，嗯、啊，你要回上海，回一个月，你可真幸福啊你。哈哈，那你工作怎么办、啊？哎，没关系，我替你顶吧。一小时多少钱？900，还行，不就清扫吗？啊，行行，啊，哎呀，这差劲啊！不是说你，我说那个电视的。不说了，好吧，后天再谈，好吧？哎，再见，再见。哎，朱元，后天有人要回上海，你要带什么东西？带，我儿子要那个喷火枪，我答应他好久了。你大晚上的翻什么呢？找一份医疗保险资料。给谁找啊？又给谁找呀？我看看。真棒！哎，哎，你说他们是真打呀，还是假打呀？那当然是真的了。血淋淋的，你看看，来，不不，太残酷了。站住！别进来！怎么了？别进来！
哎，干嘛呢？打蟑螂。嗨，蟑螂啊！你这不行，不要动。大概是什么宗教仪式吧。嗯。这嗨、隐形眼镜儿，这一副要好几万呢。啊，要好几万？不会吧。哟，这人民币能买一二十副呢。啊，真的？是啊，不会骗我吧。不，他没骗你，我回上海啊给你带个几副来。啊，好啊，那太感谢你了。啊！行了，我来帮他吧。来来，我帮你。这打打打打！你们俩慢慢抓吧。啊！有人吗？哟，邱先生，什么事儿啊？李小姐，李小姐，请你下来一下。今天白小姐不在，叫李小姐下来一下了。什么事儿啊？能不能找到白小姐的登录卡？我去帮他办医疗保险。医疗卡啊，在哪儿啊？我知道，啊，就在他的宝贝匣子里。去看一下啊，在这儿。哎，没有啊，呀，找到了，也没有，在这儿呢。处长，这是他的登录卡。哦，好好。今天去办了。你们太忙，语言又不行，这是学校应该做的。可这是他私人的东西，还没消过毒呢。医院早上来电话了。白小姐得的不是肝炎，是胆囊炎。真的，真的有用。李小姐也信耶稣啊？不是，我一着急，耶稣、上帝、圣母玛利亚、阿门一块儿来。好好，拜托您。李小姐真风趣。姐妹们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白姐不是肝炎，是胆囊炎。妈妈呀，那我解放了吧？烧被子，烧被子。晒两天了，烧什么烧？白姐总算解放。我说根本就不用晒呀，你们偏要晒，就你聪明，咱家的还用晒呀？啊！我给你带来一样东西，你看看。医疗保险。这么快就办好了。谢谢你，邱先生。咱们不用再为医疗费发愁了。太好了。嗯，这样一来要交的费用也就很有限了。哦，对了，这是你的工资，工作了七天半，我给你领了，放在这儿啊。谢谢你，邱先生。等我病好了，我还能到咖啡店工作吗？你说呢？我跟店长的关系可不是一年两年了。佐藤さんの血圧は大丈夫ですか？大丈夫です。最近下がり気味です。啊，坐吧。你来跟他说，说明一下，刚才。哎，白姐啊，诊断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是胆总管阻塞，炎症非常严重。本来我们想采取保守疗法，可是这样呢，对病情缓解太慢，必须马上手术。白姐啊，你在东京有亲戚或者朋友吗？我有个老邻居，就是那天来的小沈。この間来た金さんだけみたいです。彼か。彼は難しいな。他には誰かいないですか？是啊，这恐怕不行啊。小沈没有经济收入，而且又不是日本国的国民。哎，对了，
你的身源保证人呢？我是通过别人。邱先生，啊，我是通过赵钱的太太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保人。我是在日语学校的事务长，姓邱。哦，是吗？啊，学校方面是不是请邱先生想想办法？电话で学校に查一查啊。熱心な方ですね。他的保人怎么会出面管呢？白杰出了一次钱，人家把他办出来也就了结了，谁还管那么多事啊？想让保人出来管是绝不可能的。我说邱先生，你怎么糊涂了啊？嗨，わかりました。哎呀，这事儿可真是不巧。嗯，他的保人外出旅行去了，昨天刚离开东京。离开东京了？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回来也来不及了。开刀必须有家属或者身源保证人的亲笔签字。哦，是做经济方面的担保吗？不光是经济方面的，还有生命安全方面的担保。哦，如果光是经济方面我可以担保，可是这生命安全方面，一般的说手术不会出什么大问题，不过我们也不能排除万一啊。哦，这倒也是。白小姐是独生女，这责任重大，要是万一她父母亲会责怪我的。邱先生，要不我写个证据证明一下，我妈妈一定会感激邱先生的。这样挺好，要有万一邱先生也不负什么责任啊。你跟我来一下好吧。啊，先生，我来先忙。好的，我去一下。邱先生，谢谢你。哎，不用谢。几点了？十点多了。哎，白杰，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来，把登录卡给我，我去办医疗保险。谢谢你，不用了。昨天邱先生办好，已经送来了。谁？邱明海。邱明海。嗯，真羡慕你们，马上放假了，你们又可以整天打工了。哎呀，别胡思乱想了，把身体养好了才能找工作啊。别急，宝宝哥，你给家里写信，千千万万不要说我生病的事儿，不然妈妈会急死的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讲的。哎，放心吧，我们会在这儿等你出来的。好的，谢谢你们，你们回去吧。走吧。邱明海这个人倒挺热心的啊。邱明海是谁？我们学校的事务长。新来的吧？我在那儿念书的时候，事务长是个日本人。他反正是在海外长大的，说不清是哪里人。是吗？哎，怎么了？啊，啊，没什么。快走，快走 ，OK OK OK， 快
一点，快点。光平，请祝先生吃点心了。练完球再吃。哎呀，光平，来。哎哎哎哎以前爸爸也教过我足球啊，他也会棒球，你会吗？哦，哎，我不会，我怎么没见过他？爸爸在天上啊。妈妈说爸爸在天上能看见我的啊。你爸爸在哪儿？在天上。滚滚哎啊，朱先生、啊、为什么爸爸看得见我们、啊、我们看不见他呢？你也看不见我爸爸吧？我知道妈妈在骗我，我听小朋友说我爸爸死了，你千万不要告诉妈妈，千万不要告诉他。好的，朱先生，我们踢球去。好，来啊。哎嗨、哎、哎呀我赢了。好好好，再来啊。哎哎，好，踢得好。祖明，哎，嘿，哎，退回去，退回去，不行不行，退回去，这是红灯，退回去。行了，过来吧。难道绿灯行红灯停你都不懂啊？嗨，我这不是急着过来跟你说话吗？这儿没警察。这也是理由啊。在东京连三岁的孩子也不会乱穿马路的。你怎么跟居委会老太太似的？什么？你说什么呀？我是说你是没穿制服的警察。你这个坏蛋。树明，你知道吗？妈妈刚才带我去相亲了。那是一个很棒的小伙子，大学毕业只有四年，已经是公司一个部门的代理部长了，那是很有前途的呀。那太好了，惠子小姐，一定是一见钟情吧？树明，你这是真的吗？开玩笑，你不可能不知道我现在的心情吧？你说话呀，知道吗？我心里真正爱的人是你。我怎么会不知道？可我是个外国人，是中国人。从我认识你的第一天起，我就已经知道你是一个中国人，是个勤奋聪明有才华的中国人。可是你首先应该是一个男人，你难道不应该对我表示什么吗？惠子，惠子，惠子，惠子。可是你选择了我，就是选择了贫穷。你不会像别的女孩一样有房子有汽车，我养不活你，我还得自己打工挣钱。房子汽车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会连累你的。我自己有手，自己有脚，我自己有头脑，我为什么要靠你来养活？惠子，我们完全是在不同的生活背景下长大的，那完全属于两个世界，会有很多差异的。只要我们俩相爱，我想我们会相互适应的。惠子，你有没有想到过，也许有一天出于某种原因我回中国了，你怎么办？
你回中国，我也去中国。如果你无缘无故的扔下我，你一定会后悔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就再也不会有爱你的小林惠子了。我说到做到。这两个不守时的家伙真不像话啊。这两天我忙着要发稿，我还等着楚明的插图，赶着要拍板呢。哼，来，外公这下要发火了。哎，快点，再快也来不及了。外公啊，外公，哎呀，你们两个还知道来呀、啊。哎呀，外公，对不起，真对不起。哎呀，现在都几点了？这是失礼了，失礼了。带来了吗？你看，这是你要的插图。哈，真不错，画得非常好。谢谢。来，坐坐坐坐啊。给我的报纸增色不少啊。请啊。你好。你好外公。嗯，你到底能不能帮帮他呀？你来晚了没罚你，还提要求，帮什么？找找熟人呢，推荐推荐他的画。他是外国人，所以就参加不了画展。惠子，我不是说过吗，找你爸爸去，他认识的画家比我要多得多。怎么一提起你的爸爸就哑巴了，你这个小丫头。外公，你最坏了。外公，你不要听惠子胡说。说正经的，倒应该多多帮帮中国留学生。现在到日本来的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了。因为有语言障碍，生活习惯也不同，生活的很艰难。是啊，比如说我吧，刚到日本来的时候，对于如何去找房子、倒垃圾、怎么和日本人交往，这些都一窍不通。如果当时有杂志或者报纸什么的，那就好多了。啊，臭病君在打我这个报纸的主意了啊。不过这个主意倒不错，这样呢可以给咱们中国同学介绍一些法规法则。比如我的一个同学生了病，还不知道怎么去办保险呢。哎，真可怜。就是惠子啊，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，最好请楚明去照一下镜子啊。他的仪表我可不敢恭维啊。啊，这位是和田太太。はじめまして。はじめまして。どうぞよろしく。哎，好。哎，请你每天晚上6点钟来上班，11点钟下班，当然这要看客人的情况而定了。要等最后一批客人走。哎，我来，这是情人旅馆吗？哎，你听他说完再说吧。我走。我们三个人一个小组啊，主要呢负责一个楼面，要注意等客人一走马上就得清扫，速度要快，可是清扫要仔细，不能让下一批客人等着。另外，红灯亮或者红绿灯同时亮的时候都不能进客房，更不允许在走廊里随便走动。哎，我来。先把衣服穿上。那好，有什么不明白的请问他。我一定会教他的。哎，放心吧。谢谢谢谢。您忙您的。
把衣服换上吧。我呀，我是一句话都没听懂。这老太太讲了半天，也就是说这儿的服务员是不能见客人的。嗯，你想啊，到我们这种地方来的大多数都不是夫妻，各式各样的人都有，得为他们保密。早知道是情人旅馆，我就不来顶班了。你真傻呀，我们这儿的食给算是比较高的，你呀先干着试试，如果实在不愿意干，等你那朋友回来了你可以不干嘛。也行。哎，你们这儿忙吗？那就很难说了，有的时候啊开不出几间房，有的时候啊忙得脚不沾地，特别是发工资了发奖金了，忙得团团转，刚把这间打扫完，可是下一段马上又进去了，简直累死我了。不过老板会发奖金的。哎，只要收入高无所谓。就是啊。哎，我问你有没有结过婚？问这个吗？这没结过婚的反正没体验也就算了，可这结过婚的到这儿来干活啊，一定会想老婆，太刺激人了。我看你小子是憋不住了，对不对？瘦得像个傻呗。你呀，你才是呢。哎，好小子，你敢。哎妈，哎，客人走了，老板快来打扫。哎，快快好，快点，我来。哎，拿那个，拿那个。啊，照你这么说，那在日本干律师真是不容易。是啊，全东京只有17位法官，检察官也只有17位。是吗？这可太难了，可不是嘛，人总是为了梦而活着。朱月，你上法庭紧张吗？怎么不紧张啊？有的时候连晚上睡觉也睡不着，脑子里全是辩护词，特别是刚当律师的时候啊，更难了。在哪儿干活都不容易啊。可不是嘛。哦，真累，真累。这些天我要进入第4次考试了。就是让模拟法庭，上一次失败就在法庭脑袋全空了，连问什么都听不见了，一想起来心里就发慌啊。高桑这样啊，来找我看啊。不要我说啊，在考试之前什么都别想，放松放松，好好的去玩玩，去找那个康娜去。来啊。你就想啊，坐在你对面的那个考官呢、啊、还不如你啊。考官还不如我？对啊，这自信呢、啊、是成功的一半、为了你这几句话，为了考试的成功，干杯。干杯。哎，干杯。嘿，你们俩干嘛去了？去洗锅炉了，把我们俩累坏了。我以为你们穿下水套了呢。拿你怎么干这活啊？你们人家给的钱多，一个晚上一个人15000。哇，给这么多钱、啊、这是高桑军长钱嘛，当然是高了。バイト料が高くて楽な仕事はない。嗯，朱月，这可比你教钢琴可累多了，你说是不是？そうですね。你们俩这纯粹是卖苦力。我说你们呢，真是见钱不要命。哎，还不去洗啊？高桑君，你先去洗吧，我再歇一会儿。我先洗。
哎，给我。哎，今天啊，我去问过我同学了，拿着。办过医疗保险的可以医药费减免，你快点让你们那个同学办手续去啊！现在还来得及。晚了，全都晚了。你这是马后炮，我们的事务长全都给办了。哎，你们学校可真不错啊！我们学校的事务长才不会管这些事儿呢。我看他是不怀好意，还不是因为她是个女孩。原来是个女孩啊。哎，我问你，你还保密，说什么专业需要。哎，你是不是动心了？开什么玩笑，人家才二十出头。不过呀，漂亮的女孩关心的人就是多。你说这女孩谁都愿意帮忙。那当然了，要是换个傻大男人生了病，你看谁去管去？那只有你的去管了。哎，说句实话，跟老婆分开那么长时间，你想不想啊？想什么？不说实话了吧？啊，明知故问。你呀，装糊涂。你说那事儿啊？我好害怕。我怕是不行了。你就别谦虚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如果跟我换个工作的话，保证你焕发青春活力。你什么工作？不就是打扫旅馆吗？哎，是旅馆，可是是情人旅馆。那你我说公孙林啊，你小子可得注意。喂，你到我这干嘛？以为我是午夜牛郎啊？我是清洁工，打扫卫生的。那可是一对对的野鸳鸯，今儿九点钟的时候，那人像潮水一样过来。哎，这一间刚扫完，那间绿灯又亮了，真是要命，累得我两眼直冒金星啊。哎，怎么样，那个地方够刺激吧？换不换工作啊？还是你自己干吧，我不换。哼，话说回来，不换是对你的爱护啊。像你这种已婚男人正处于性饥渴状态，如果到那个地方肯定完事儿。我说，哎，朱爷，那日本男人可真叫潇洒，晚上下班把老婆孩子往家里一扔，自己小酒馆一泡，那可美呀。公孙林啊，你小子危险，你再往歪门邪道上走。洗个澡真舒服。哎，太高了，嗯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说东京怎么这么多情人旅馆？比上海多吗？上海，上海没有情人旅馆。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So this。 哦，那怎么解决新问题？东京人多，住的不宽敞，有的老年人谈情说爱也到情人旅馆。我看大部分都是野的嘛，有这种地方发泄性欲不就解决问题了吗？真的。晚安，我睡觉去了。这日本人真逗。Good night。 这日本人呢，真是一个难琢磨的民族，从小吧受的教育，他们的民族性，他们的那种封建意识，怎么会在性观念上这么开放啊？简直是孔孟之道和西方文化的混合体，这味道比较杂。哎，朱月，你看阿珍现在不错吧？可是以后真成了日本人的太太，
不知道要怎么受罪呢。今天可是你先提起阿珍的。哎，我提了又怎么了？真是，你还是淡化点吧。听着东东弹钢琴啊，就知道你们回来了。得，这是住月托人带来送给你的。人呢？妈妈，刚走，这人特急，留也留不住。阿婆，他说什么了没有啊？是不是爸爸给我带东西来了。对，你们看看，快看看。那他说了些什么呀？他说他在地铁做什么广告。他做广告是画广告吧？不。说是人站着做广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就像那个做黑人牙膏的，一个黑人挂一个牌儿，龇牙咧嘴做广告。我看好多小说里啊都这样写的。我猜你们住院肯定是人长得帅，让他去当模特儿。哦，爸爸当模特喽。哎呀，别乱喊，快谢谢阿婆。谢谢阿婆。不用谢。谢谢阿婆。走吧，来，别弄坏了。哎，我说呀，哎，王老师啊，他能托人带东西来，说明住院生活的还蛮不错嘞。哎，妈妈，这是什么好东西啊？妈妈看看啊。哎呀，是吃的。来，等等。哟，这玩意儿3000多日币和200人民币啊。来，王琼，谢谢。妈妈，还有什么好东西啊？哎，让妈妈看一看啊。哎呀，是这个。哎，给我看看。哎。哎呀，小祖宗啊，我的小祖宗啊。什么表格啊？哦，这是我的申请表。干嘛的？我一下子复印了50份，反正我觉得好的单位啊都寄去一份，碰碰运气。50份？那要都试中了怎么办呢？辞职走人呗。那国家编制你不要了？国家编制要它干嘛？现在啊趁年轻多挣点钱，不就真正体现了自我价值了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些合同啊可是没有保障的，万一将来政策变了怎么办啊？小姐哟，我以为我妈来了呢，连问话的顺序都是一样的。去你的，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这个送给你。谢谢。我告诉你啊，不是担心你，这将来左变右变的，把你的劳保福利都变没了，看你怎么办。哎呀，劳保福利啊，等我退休那年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。我想现在挣够了钱也可以养老房死，真要得上10来万都治不好的病啊，劳保福利有什么用啊？你说是吧？嗯，这倒也是。唉，请看我的履历，就这么几行字。给美国公司吧，他们喜欢经历丰富点；给日本公司吧，喜欢你专一一点，忠于职守。唉，真是难死我了。妈妈，你们看呐，爸爸给我买钟了。妈妈，你看多好玩啊，会转圈的怪兽钟，真好玩。私は今から5を数えます。その間に皆さんは文章を紙に書いてください。では1、2、3、4、5、終焉。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。ああ私は明日家に帰りたい。家には私の家族がいます。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。じゃあ皆さん一緒に行ってみましょう。私は明日家に帰りたい。家には私の家族がいます。はい。私は明日家に帰りたい。家には私の家族がいます。はい、じゃあ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私はいつも夢の中でお母さんの顔が思い出します。はい、いいでしょう。じゃあみんなまた一緒に行ってみましょう。私はいつも夢でお母さんの顔を思い出します。はい、私はいつも夢でお母さんの顔を思い出します。それじゃあ次は賀来さん、お願いします。
今日私はお父さんの手紙を受け取りました。我真的非常感动，没想到大家都那么想家，都那么想念父母，想念孩子。接下来我也来造一句句子啊，惠子，祝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暑假。那么好了，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了。啊，小朋友，惠子老师永远也不会理解我们的，怎么可能回家过暑假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大陆来的同学留一下啊，我有一点点事情要跟大家说，就一会儿，就一会儿时间，等会儿啊，坐下吧，等会儿吧，白洁动手术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，看来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，最起码要两三个月。打不了工，可是又要交伙食费、医疗费什么的。他妈妈是从新疆回沪的，没有爸爸，也怪可怜的。我和刘平、陈新婉商量了一下，一人捐10000块钱，这3万块钱帮帮他。也提议大家都表表心意。对，白洁生病好长时间了，我捐3000，谢谢你啊。我也捐3000，谢谢。白洁，白洁是谁啊？他才来上几天课呀？你们三个和他住一起，谢谢，有来往，所以说要捐你们捐呢。再说这是日本，也不是中国，让大家都学雷锋不可能。就是嘛，不可能。你把日语学校当成团支部了？李丽啊，捐钱呢是自愿的。虽说白洁和我们同学时间不长，但是毕竟是同胞，谁还遇不到一点困难呢？是啊，要我说啊，愿意捐的就捐，不愿意捐的呢也不要勉强，是吧？来，我捐10000。那我这儿只带了5000啊。哟，都挺英雄壮举的。要我说呀，他知道自己身体不好，根本就不应该到日本来。那不许问。既然来了，一切后果都应该自己承担，我们没有义务分担他的困难。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？你不捐就别捐，干嘛要影响别人的情绪啊？别理他，不要他的臭钱。这话怎么讲？什么叫臭钱？一分利才是当工当得来的，一滴滴赚得来的。侬以为干比当？一开我就高费，又要搞保你送礼，啥地方能干什么钞票？大家都一样。就是说嘛，你李丽和别人就不一样了，少出去旅游观光就行了。军人我啥地方搞？什么话呀？大家都是一样的，说话那样容易吗？那怎么那么容易的？就是。老师来了。怎么了？你们还不走啊？吵架了？那我忘了东西了。这么多钱干什么？白洁生病了，住院动手术，我们大家凑了一点钱，准备去看看他，帮他度过这个难关。是吗？白洁真幸福，有这么多那么好的同学。我外公总是说，中国人很善良，心胸就像你们的土地一样博大。今天我是亲眼看到了。这个，这就给白洁送去吧，祝他早一天康复。对了，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可以吗？当然欢迎了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没关系，李丽，我捐2000。我也捐2000，谢谢。我捐3000，拿着，谢谢。我替白洁谢谢你们，真的。李丽，李丽，怎么是你啊？哎呦，宝宝，我怎么来了？这个给白洁吧。原以为太坎坷的生活磨硬了人的心肠。
太功利的世界泯灭了人的良知，可真善美如同深埋在地心的岩浆，终究会迸发出无穷的威力，去化解隔阂，呼唤理解，拥抱世界。月已高，落寞夜夜将心照，风一飘，云一摇，相关万里路怎绕，心煎熬，情困扰，缘分未尽，情未了，情未老，人已渺，思念暮暮与朝朝，站在人海中已过街道，我的心是需要依靠，期望你在我的怀抱，就算是影子也好，哦哦哦，一天天真心祈祷，你和我一起到老，唱着家乡的歌谣，哦夜已老，月已高，落寞夜夜将心照，风一飘，云一摇，相关万里路怎绕，一破晓风清凉，阳光烁烁将心照，静悄悄艳阳高，人海万里共相邀，站在人海中已过街道，我的心是需要依靠，希望你在我的怀抱，就算是影子也好，哇哇哇，天天真心祈祷，你和我一起到老，唱着家乡的歌谣，一天天真心祈祷，你和我一起到老，唱着家乡的歌谣，